不用自己手洗衣服，你这里面可以带三四天，可以的。还有一个大的水箱，大概100升，然后你还有甚至还有智能音箱。对，这个是小米，整个系统是接入到了这个米家里面的。小爱同学，关灯，可以的。然后床这里有一个，对对对，这个床的话大概是个双人床，1.2米左右的宽度，然后这里。